近一点啊！好，太可恶了，这些人，顶顶打我，那些肯定是黑的，的，那么小的小孩子也不放过，缺德。你怎么被骗来的？我啊，说工资高啊，那你还是被骗来的。我直接在大路上背着吗？坐上车，背着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就晕了，是吗？对呀，这么恶毒啊，这样不行。哎，李姐，哪里？这里呢？你臭女人，你不是跑了吗？啊，跑，我肯定。
定要把他们两个一起救了，三哥。识相的，把我放了。然后你们两个大的脚，你们两个小孩子给我玩。你有小孩子给你。还要吗？大哥，怎么办？我怎么发现？你们这两个找死是吧？你们两个也不得。大哥，帮我压下来，干死他们！你们两个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啊？只要有钱，天谴又何妨啊？屁死你去！妈的！那么容易逼的话，逼死多少人了？啊？叔啊！叔啊！快点把我大哥放了！要不然你绑我！一言欢迎，一言欢迎。放你！拼命打我，现在到我打你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个老男人，自己乖乖绑回去，不然我把你腰都割了。你信吗？打我，打我小弟啊！我都不说了的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来，我来。闭嘴！喂，110啊！啊！我要报案，可怕！我跟一个女的，还有两个小孩，被两个人贩子抓到猪窝里了。现在他们被我们反制裁了。对对对。啊！幸福村16号。对对对对，你赶紧来啊！好，好。那等一下到是吧？对，大哥，有话好说吧。要不我给钱你？好说，你跟我们好说了吗？啊，天天打我们，不给饭吃。你都要打我腰子了，我还跟你好说？起来，大哥，你不是有10万块吗？给他做的，我们卖了那个小孩子。有十万吗？我不缺那点钱。起来，那两个小孩子出来。小朋友，跟我们去。出来了，去找警察叔叔。别出去，外面危险，快点往里面过来。要警察叔叔，爸爸妈妈，来，走，跟我们走。跟着后面哦。